好，一位美国的这个广播公司的记者表示，我很惊讶，因为我非常的喜欢旧金山。他说，旧金山现在的犯罪率上升到被告知凌晨四点，请你们不要在市中心进行《早安美国》这个节目非常红哦，《Good Morning America》的节目现场直播。为什么？因为他说抢劫案件增加，然后毒品泛滥，旧金山有可能成为所谓的僵尸城市 （Zombie City） 啊。他说今年四月的时候，旧金山发生的抢劫案居然上升了11.4%，已经是从去年到现在以来，这个凶杀案上升83%啊。这个亮哥，这个旧金山确实。这个最近两年治安变得坏非常多了啊，实际上零元购也是在旧金山嘛，就是对轻罪不罚嘛啊，那轻罪不罚就衍生了很多现象嘛，就他就那就反正没事嘛，所以就一直复制一直复制啊，那导致因为我上次看到一个影片，就有人在旧金山，他说他两年前去过一些 shopping mall， 现在人都变得非常少。我觉得就是跟治安有关呐、就是你走在街上，你就要担心。然后说，他本来拿了一个 LV 的包，然后人家就叫他要藏起来啊。或者你去名品店去买东西，你不要招摇在街上走，说他会给你另外一个袋子装在外面，这样。这么可怕啊！就是有些地方啦，不是说全区啦，可是就是治安不好啦。那治安不好，当然这个就是破窗效应嘛。对，你从小然后就变大，那。当然很多是因为毒品引发了，那有一些是因为轻罪不罚了，那整个的氛围就是我只要敢，那有时候就会没事嘛，就是这样啊。所以确实就是这个旧金山我去过两次，我对那个城市评价蛮高的，我真的没有想到会变成这样。对，我真的太惊讶了，因为我去年度蜜月才去的。哦，这样啊。对。